接下来再去把这个百香果和葡萄上面的网给牵好。这一盆百香果搬到这里之后，长势是越来越快。大家看，这个爬藤架都已经不够它生长了，牵上去这么长。所以前几天的话，我就把这个无痕钉给它粘上去了，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绳子给它牵起来，到时候就可以牵引让它爬上去。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哦。这个网已经织好了，现在就把这个枝条给